极简风是近年来装修的一种装修风格，强调以简为美，去其繁荣，留其精髓，以简洁的线条、淡雅的色彩，给人一种轻松明快的感觉。极仔推拉门作为新晋网红，将极简风发挥得淋漓尽致，受到不少人的青睐。今天我们一起来揭秘这位网红，看看他是由哪些配件组成的。现在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推拉门五金系统配件的相关特点。缓冲键可静音缓冲关闭，轻柔顺滑。吊轮主体采用柔性结构设计，保护门体结构。同步齿形带和皮带轮采用特殊材质，运行稳定，使用寿命长。了解完产品特点后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展柜的安装效果吧。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同步同向窄框联动门。窄框门因其边框极窄而闻名，此款窄框联动门边框仅仅为16个毫米。铝合金窄框门搭配纯色的玻璃，可以简约风格，可以完美的搭配室内的任何装修风格。此套窄框联动门采用顶部吊挂式结构，底部无需开槽，不用担心清洁的烦恼。另外，窄框联动门在关闭的某段行程内可以缓慢的自动关闭。此次展示的窄框联动门搭配我们缓冲式的推拉门，实现45度拼接，常用于开放式的厨房。以上就是同步同向窄框联动门的介绍，欢迎大家咨询。相信大家会喜欢这款窄框推拉门，欢迎在评论下方留言，说说您还想了解哪些产品。